请讲师慈悲，前到鞠躬，坤到也鞠躬，请坐下。大好人，大
也是咱的亲情中，吼、哦。所以你看老迄落迄落放下下，看下归放下下，迄、那个心会当真自在，无单单嘞。日本有一个作家，八十岁才出一本册，叫做《十年的灾情》。讲一个人嘛爱有灾情嘞，毋是咱囝老趁钱啊做灾情嘞。老公老趁钱，讲好爱做灾情安尼嘞。钱虽然毋是万能，但是无钱万万不能，大家拢知影啦吼。啊，咱无钱的时阵，阁有法度过较快乐自在，讲迄嘛爱期待嘞。伊就是讲，伊迄个一个作家就是讲，你若是五十岁甲七十岁，就亲像这个杯仔，啊，这个杯仔内底底的就是咱的品德，甲咱的德性，内底底物件较重要啦。咱内心的自在的踏实，做每一项代志拢有照原理来行，的自在的踏实，哦，安尼较重要。那无这个杯啊，伊是一个碗，也公杯，但是底水是浮落的水，安尼就是同款啦。啊，是讲这个杯啊，伊是足粗的一个圆形杯啊，内底是底就是足平啦，吼，足好的一个，内底迄个物件较重要。哦，啊，外口这个外口，这拢有因，这就是哪像咱伫这个社会这个因缘啦，每一个人因缘无同款啦，所以。结善的，甲每一个人拢结善的，唔好去结恶缘啊！结恶缘吼，你遮都未合，到去遐就会冤家。咱变转来，咱兜吼，为因钱母，下转去会冤家，看袂顺，咱就冤家啊！所以在世就是借假修真，吼，借假修真，结善的。人释迦牟尼的时代吼，伊释迦牟尼，伊佛祖就是遮尔啊，超我的地位吼。有一个小女孩吼，捧一杯沙布施，伊都出去看下，啊，捧一杯沙出去布施。啊，迄个小朋友吼，伊安尼摆布机会，准抱一堆沙咧，甲布施安尼，哇，啊，目见面看起足神奇的，当当一个佛祖安尼看起沙袂好食安尼啊，伊就要来祈求哦。啊，释迦牟尼讲，这个小朋友，这个囡仔吼，一千年以后。对佛法有真大个贡献，比如带去善缘的，拢无歹面去看看的。人释迦牟尼知影，哎，结果一千年了后，就是这个囡仔就是武则天啦。啊，武则天伊是对弘扬佛法有非常大个贡献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若甲每一个人去善缘，就是咱的助缘的。啊，咱若结好缘，你两好，你两好，你两好，啊，都有都。无是讲是同班共同班共班共修共修的道观，咱伫修行学科中间嘛是互帮互利，有着困难的时，大家互相鼓励，安尼一路行来，吼、哦、会更好吼。修学科当中啊，大家互相鼓励咧，啊无拄着的一定是真济，吼、哦，一是圆满，有着啥物结，拢是好的。我也把它转制度，啊，修观，哦，真细心啦吼，这咱科学内容太小一个，就是真细心的当回应，咱的心会当时常转来咱兜，哦，你看咱拜咱阿弥啊，伫佛台内底，迄个姿势，咱拜伊靠手，菜靠手，咱咧拜迄个姿势，就是阿弥啊伫佛台内底，哦，迄个姿势。啊！迄囡仔出世了后，同款的，伊还搁咧修行呢。咱好是饲两个囝吼，迄有一个三四岁，迄囡仔伫摕物件吼，伊拢袂晓耍吼，摕玩具啊，伊足好耍的啦，玩足，啊手摕啊摕物件伊袂晓耍嘞，伊只款伊倒咧困的是手啊，咧耍伊的枕头啊，结果伊是咧修行。我看目睭拢掉来用安尼咧修行咧，啊，迄个查甫刚七岁的时，七八岁足大汉了，迄志搁转起来，大天摇船苦海咧，搁咧修地基堡咧，迄囡仔拢足天真的吼，甲五六岁、六七岁、甲十岁以内拢还搁足天真的，啊，志搁大天
受用的人。啊，遐个人吼是迄万人必大主呢。啊，因迄个发展啦吼，发展的研究探讨咱台湾足侪有诶感觉嘛吼，像台湾嘛有啊，台湾土城啦，都有咱台湾本来有诶感觉。遐万人是活动诶，因为平常时拢挺勇挺勇啊。真会活动哦，但是经过听道理了后，迄个心思拢会当放放落来。安尼，啊，伊迄个有迄个感觉吼，因单位因有落迄个感觉，伊凡人真乖，啊，心情平静。所以你看咱人是毋是爱经过透过训练、透过学习，好，三化自定精气神，就是咱当以修年关，无思无念。无量产引起七情乱动，咱已经得到这个心法啦。咱的心要放在倒位，以修念观，会当时常回光返照，带应动入心，带倒来咱的厝内底，吹外口心风出去，就是流浪生死。啊，心倒倒来，哦，你叫做就叫观念啦，哦，大家刹那。要拼一个主人嘞，咱好是讲这袂足深的吼，袂深吼。大家刹那要拼一个主人嘞，咱先讲要经过这刹那目睭，眼力必须先提。这大家刹那要拼一个主人，绝对拼输的啊！咱若让咱的欲望开始乱乱说，绝对拼输的。吼，会当时常回光返照，等下咱的厝内底。那叫做三观自定，啊，心修得的，五气调和，真理的意思，不杀生就有情啦，不偷得就有义，无乱杀人就有德，哦，啊，无食酒就是有智慧，有智慧就是德，哦，啊，土修习，哦，这就是五气调和，譬如咱的杂念，这叫做行流，不好，不好就是。断音欲，食伊欲望嘛是欲啊吼，啊食太济就伤害咱的胃啊，啊看太济吼，即伤害咱，拢拄好控制就好啊。叫做平常心是道，真济代志拢是平常心是道，叫做中庸理啊吼。所以行庸好好，就是去除咱的杂念，咱的念头遮尔啊济，一旦是上来吼。收束咱的心思，念头就袂足济啊！啊，若无吼真正嘞，吼，迄烦恼妄想真济，回光返照，就是叫做回光返照，咱的心归零。来看到这个图，这个图大家拢做熟悉吼，看到这个想到啥？真空妙有，名师甲咱指点安尼，真空妙有。内底生活真侪物件，在美国一个幼儿园的囡仔，老师幼儿园的囡仔甲老师讲，甲这个囡仔讲，迄老师甲这个囡仔讲，你若看到这字吼，你爱做
咱的真心，甲外口的人事物，用咱的真心应外口的人事物，啊，其他就免想伤济啊。愈想是愈愈复杂，足济代志愈想就是爱摄受用事，摄受用事，摄受用事，迄拢无真实，无真实的吼。这就是叫做归功还小，咱先来倒转来，倒转来咱的自性的本体。三千公无自上报时，三千公八百个，然后收官收官满，三千公八百个满，就是无自上的报时，无量的功德，功披重新，功德充满三千大千世界。这个功德遐尼难断嘞，不个功德嘛是嘞，伊的慈悲心吼遍满众生遐尼之外，啊，咱做功德真正有功德，但是咱袂去家己执着，啊，执着就是讲啊，你做一项，咱趁做趁钱，趁一箍，做一箍，趁钱，唔呐啦，咱做一箍吼上天，咱做三分上天无咱七分的，唔免算算未完嘞，迄、那个功德是无量嘞。无自上，无自上，报施，哦，这个功德才是很大。啊，若有自上，阁有一个数啊，有数，自上报施，功德充满三千在大千世界。迄三千大千世界有偌大呢？伊有几个记载吼？迄无法度去形容的，因为一个大千，一千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量千世界，一个量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。啊，三千大千世界，我们有想无度去形容啊。八百个、累个，达去圆满，圆满的境界。事大事嘛爱圆满，人事嘛爱圆满，家庭嘛爱圆满，本立于道心。哦，咱家己本身的心境，家己有法度幸福。你因外口的人事物，都会生出真济个代志。就是圆满，真多，达天多，哦，啊是八百个亿，八百个满，就是真多、世多、天多，伊有真多，达到天多，哦，安尼讲，要怎功德圆满？咱进入这个佛堂啊，爱透过因果业力，透过修心养性，哦，真济个功课吼。迄、那个咱后世长有分享，台北有一个道经叫做真，啊，伊个无形代志讲，恁世间人吼，拢袂晓要爱功德啦。阮是偌艰苦个呢，伊就是紧足紧，伊要爱要做功德来。伊讲，你敢知影，阮是偌艰苦个呢？恁世间人吼，拢袂晓要爱功德。啊，咱因为目睭看到个都钱足重要个啊。哦，啊，结果即个钱。哎，好是即个，讲即个军人，伊就是住伫台北新庄。啊，因妈妈有钱口啊，爸爸妈妈有钱口，啊，即个军人吼，伊要钱口嘛，考虑足久嘞，无啥爱来问长嘞。即摆已经钱啊啦，经过即件代志已经钱口啊，伊考虑足久拢无爱来问长哦。因为我讲，我若钱口未吼，我要甲同事要食饭，要安怎，就考虑足济安尼啦。啊，有一天去佚佗，倒来是拢用袂行。袂惊咯，生一粒瘤，伫两骨的所在生一粒瘤，生了后给伊话伊讲，足烦恼的，伊爸爸无爱用开刀，惊开刀会破开，哦，啊是足烦恼足久安尼。两年前咱遮开生佛班，两年前的七月吼，咱神莲山义和圣堂开生佛班，伫三楼。啊，只是大一班，迄无人代表无钱嘞，无工作工嘞，亲像咱即下老板就无看到，无一定无，是无嘞。迄规个无工安尼
嘛有买吼，啊，等于因爸爸甲爸爸甲这个场合吼，等于甲因的厝的门口，迄、那个物业大姐甲伊讲，恁家已经到啊，我袂使入去啊，啊，不过我唔知影我要去对，你看无厝通住无，但我讲恁家已经到啊，啊，我因爸爸用用嘛，意会袂同吼，因查囝啊，呐甲伊讲，恁家已经到啊，我袂当去安尼。啊，不过我唔知要去对，啊了后，甲伊讲吼，伊小大伯伊话甲培养啦吼，啊经济学老师还有甲伊讲，即马培养了，迄、那个牛肉大姐讲，啊无我要来医生收好无？医生就咱老娘，啊伊讲啊，不过医生吼，平常时开班啊其他也无呢，啊无你对这个老师去收啦，真正对这个老师去收。伊已经有功德啦，全对这个老师去收。哎、欸，伊全好也全唔当去得啊！啊，我拄只讲一半，就是讲伊伫这人才教育的两年前吼、哦，来回升学班的时阵，为后边唔当去坐伊的位，因为有光足光的，目睭闭袂紧，目睭闭袂紧唔当看，安尼小看看小看看安尼嘞。伊看到的迄个景象，甲咱看迄个图片拢一模一样。咱迄个献花出一份光，一定咱捌看过，大家捌看过吼。就是迄个佛光足光的啊，啊也有咱的祖先啦，也有原迄个原先世主要甲咱撩乱的啦，也有仙佛护法，伊看到一模一样。所以这个已经已经好啊，啊嘛清透啊，啊嘛来佛堂服务啊。爱是好难在人伊即个父母有咧收啊，啊有即个姻缘呐，种缘分嘞，吼、哦，啊所以咱今仔日开堂小课呢，要来伫即个班，无简单嘞，咱若无思想出来吼，迄、哦、是足考虑足考虑，伫遐挣扎两个人，欲望咧甲咱引诱啊，啊咱个真心要来，欲望咧甲咱引诱安尼啊，啊咱逐个今仔日有法度安尼来入即个班，互生活加持。新春寄托班和新春假期，咱修行的路会愈来愈好行，会愈来愈好行。哦，所以咧，八百个圆满，咱就会当天光入地，咱的业会愈来愈少咧。迄叫我做功德圆满咧，啊，无咱即世是带业修行啊。哦，内内底脾气无病，爱善度，内修外恶，两项拢爱好归双修。对是花哦，富贵双修，三千功，八百个圆满，哦，无住相布施，所以自力即众生可度，愿力即福德可行。啊，咱是你要志向，你要志愿，咱过去是拢有领迄个愿来的呢，大家拢有愿力来的呢，要来度咱的有缘人，要来帮帮助的。普渡三者，因为现主持的这个弥勒、弥勒佛、这个方丈大愿、广披普照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每一个人，这个工程是非常的艰难的，亲像不只头前遐讲的呢，所以这个工程是非常的艰难的，武汉公司的啦，咱一间。咱一间公司吼是武汉公司呢，所以逐个人拢足重要的。无论啥物处境，每一个人拢足重要。只要有心，只要有心，迄阵老师讲吼，伊一个学堂的成立，毋通去外国开放呢。咱伫台湾，咱的这个小家庭吼，迄个成就拢爱发露出来。老师讲一间学堂的成立。迄、那个所在，伊拢会肯开业啊，经济。啊，其他就爱看咱去运作啊哦。肯开老师拢会肯开业啊，经济哦。有天命的刀，这个刀才办得开。加上咱的诚心，只要咱是诚心去做，上天挂转老师的慈悲加持真重要。所以老师讲，伊拢会肯开业啊，经济伫遐呢。啊，咱就认真来做。三座普渡这个大事，所有的宗教拢无
好一个宗教讲会当地母求名，天堂挂号，咱感觉听过地母求名，天堂挂号，其他就真当有啦。其他的宗教拢无咯。咱前阵嘛一直咧讲吼，讲一般的师父法师，拢讲要度人，要去弘法尔，加经说法，啊，发八万四千的法门咧。八万四千的法门，遮尔咱济法门，吼、哦，无是戒杀啦，无是放生啦，足济法门的哦。是啥物法门？则是正确的法门。一门清净，一门深入。哎，得到这个心佛教，我著地府求名，天堂挂号，安尼。啊，地府求名，天堂挂号，敢若得了？得食可以超生了死，修食可以生性生缘。啊，讲到这日食去消失了死，咱好是迄老少经理老祖莲传师，老祖莲传师，哎，好是吼，是啊，从内心迄种感动，有一遍足侪以前个啦，迄个祖莲传师叫咱好是吼，要去迄落要去上山嘞，咱好是吼，实在是足歹去个啦。因为心内会挂碍，咱就爱行惯习的，爱出国，咱出国吼，去何时道场嘛，足好个，就是学习放下，无论一礼拜也好，无论几工拢好，就是咧学习放下。我迄时阵做电台师吼，叫咱何时去上山吼，啊，心内足无愿意，爱去安尼啦，因为心内挂碍足大。啊，搁想着讲老人家。人老人家遐，咱坐位也都咧行，啊，咱安尼，咱即有即个肉块物件，变安怎，啊，就答应啦。伊失去就好啊啦，迄挂碍拢咱家己生出来，去就好啊。啊，即摆讲到做电团师吼，就是做电团师伫迄落上西吼，念一个妹妹，一个阿姑。无点到，阿哥有点，一个有点到，一个无点到啦。迄、那个无点到的吼，死去的是冤屈硬扁扁。咱拢知影，因为咱伫学堂，咱听这拢听到吼，熟能生巧啦，听到大家拢了解真济。迄、那个无点到的死去的是冤屈硬扁扁。迄、那个有点到的，啊，无像他话，伊咧用迄个。迄有点到，胃口个软绵绵，足水个，敢若亲像咧困安尼。所以咱讲人之性也是有种知识呀，坚强。人来个，咱来个是软绵绵，行个啊软绵绵，着要抱着爱有方法嘞。啊，当年是硬壳壳，安尼无正常。啊，有点到咧，人之性也是有种知识呀，坚强哦。啊，错误嘛，同款个手机哦，咱好是捌注意个，讲真济啦。相信咱拢捌捌过，迄个手机你若甲掉落，毋免一工，后影侪嘛是同款硬扁扁。万不错方之心也就将一世也坚强。啊，所以即个有点到甲无点到两个完全无同款。迄、那个敢若是兵书记一字尔嘞，超生了死。啊，迄、那个无点到哟，拜托，泉州开元寺的师傅。哦，迄老相师咧，泉州的开元寺的一个老主持，该装在神坛内底。阿公师傅啊，你著甲我量个较好势咧。哎、欸，我会甲你量个正好势，规个拢压断，即规个拢压断，即无压断啊，压袂落啊，规个硬扁扁啊，压袂落。所以是咱度人真正要紧的代志。咱兄弟姊妹还袂得到的吼，紧的赶紧，是咱真重要的任务呢。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职责，因为咱得到这个道，知影这个道遮尔啊，舒适遮尔啊好。每一个人拢有职责去度人，有得的人是遮尔啊舒适，啊无得的继续去轮回啊，啊轮回一时一时万劫难呢。所以最大的灾劫就是轮回的四生六道，世界上社会一直把咱。一直甲咱讲，恁个劫数来啊，三期完结啊，水火劫山一道，咱就是咱对着四生六道内底，
为了四星入到内底，夹着其他的壳，啊，唔知要安怎，唔知要较歹较当时，唔知要落落较当时才会转转来啊，才会恢复人生啊。啊，若搁恢复人生，无一定三座咧普渡呢。啊，无三座普渡来遮受苦、受苦、受遮尔啊苦、遮济苦话，安尼啊，四星入到内底受遮苦话无意义，搁享受做享受嘛是无意义。所以大家坚持自力众生可度，咱头迄个愿力，生活的化机，啊，先尽遐尔之外，大家人，啊，这是咱的职责呢，度人是咱的职责呢。亲像咱亚利迄个所在，一个同乡林天真吼，啊，林天真，人伊伫亚利有一个囡仔起来啦，我人这英雄，就来伫一个堂上边啊，这是英雄。啊！咱今仔日若一个爸爸带家己的囝去，活在水底，人见面，人会讲安怎？这爸爸无责任，迄个囡仔若去，除了有安怎吼？迄囡仔哭，囡仔哭到安尼，安尼来，贫富有情的兄弟姊妹，侪是咱大家责任呢。救别人，拢有功德，啊！救迄个林天真，伊毋是救别人，人讲伊英雄啦。啊！咱若救救咱家己的囡仔，迄个囡仔若去，安怎？人讲伊无责任。啊！咱兄弟姊妹伫遮流动生死，伫这所在流动生死轮回，迄就是拢咱的责任，必须有责。观念即福德好修，大家人拢做伙牵手，做伙牵手倒转来，转来回乡念佛，转来咱的故家乡，迄才是咱讲的天龙有路，业大菩提，甲无门尊因路，转来咱的故家乡，吼、哦，好。身心灵安康，功德当圆满。功德圆满就是爱度人救人啊！哦，啊，身心灵会当安康，度人会当度人救人当安康。啊，咱下下要搁分享一个唐妙真宗的香港的一个关先生，查甫的，啊，伊就是糖尿病足悬的，倒去病院。用马昏马，甲足严重个安尼。啊，叶因师念弥勒经，伫厝念弥勒经，家己倒转来。迄个道心中足感恩个。啊，即、這个因师因为规身躯真正像伊讲个讲，规装歹了了去啊，无在济呢。迄个时阵伊才三十八岁，还袂四十岁，真久来袂真。伊时阵才三十八岁，无才就济哦，规身躯全白。啊，来得到得了，咱每一个人得到得了，甲人求得哦，即个得小块米，得怎啊嘞？爱搁加上即个心思，度人度足济人嘞。伊伫厝咧家庭咧点头，啊，熟悉足济人嘞。啊，所以人看到伊身体本来就用要一粒钉啊，过用要挂起的人啊，啊身体即马嘞好，遮尔啊阳光安尼啦，咧度人足好度的。啊，另外安尼接到会消啊，度人接到会消，啊度即、這个因师的职责啊，咱有职责因师度人度一个人，送过来送到西天嘞，度人来到云端，嘛是爱过，你看咱的前辈者。咱的前辈者，咱的典范师，咱的前贤，咧照顾咱遮的道亲，亲像咧照顾伊的囝安尼嘞，拢安尼甲咱包容，啊，咱做了唔对，伊也袂甲咱气扬，啊，咱甲咱包容，咱的前辈就是安尼，咱的典范师，咱的典范师嘛是，哦，啊，咱的因师，哎，照顾咱亲像咧照顾幼囡仔安尼嘞。啊，咱来照顾咱的道亲嘛是同款，度人来得到，啊，伊阁继续